白奶，你家有几口人？你家六口人。我爸爸，我妈妈，一个哥哥，两个妹妹和我。六，你家有几口人？我家有五口人，爸爸妈妈，大家二家和我。你爸爸、妈妈做什么工作？我爸爸是律师，我妈妈是英文老师，哥哥妹妹都是大学生。我妈妈也是老师，我爸爸是医生。